太香了。就你们经常在外面想吃正宗的兰州拉面的，你们可以去拍啊。嗯，加个蛋更好，就是没有鸡蛋了我们家。我先给你们看一下里面都有啥啊。哎呀，直接从兰州给大家发货，姐妹们，你看里面有一包鲜面，看牛肉面原汤，这就是那个啥肉汤，萝卜，辣椒油，看正宗的油泼辣子，这个是蔬菜包，这就是一碗的分量啊，真的跟那个牛肉面店里面一份是一样多。哎呀，给我找个蒜吧，哎呀，吃牛肉面非得找个蒜，看这萝卜，难得的活动啊，一定要去捅啊，宝贝们！啊，真的好香呀！是不是感觉像走到牛肉面馆的感觉？啊，看着都像是这么样。那你吃一口呗。我吃一口。等会儿啊，我刚吃个蒜。这是从兰州发的吗？嗯。哎呀。嗯。啊，超超超超超！是不是跟那个牛肉面店里面吃吃的味道一模一样？哎呀，真的是这么样的。对呀、啊，一点味儿都变不了啊！跟咱之前那五妹儿，你小吃点都给我吃完了。哎哎哎，吃完了，大哥。哎呀，太小了这个。哎哎哎，最后一口。这本来就最后一口了。哎呀，太小了，还骨头。哎呀，这酒啊！哎呀，你早说，我再煮一包嘛。哎呀，铲完了给我。哇、哦，这个牛肉面真香。因为这就直接从兰州发货的，姐妹们。我一闻就香了。那你吃吧。想吃？你都吃完了，我吃啥？再给你煮一包啊。不了，我下午晚上吃，我就不吃饭了。嗯，只有兰州人才能做出这么个这么纯正的兰州牛肉面。真的，因为有很多宝贝在外面吃一碗牛肉面，都吃不到那种正宗的兰州的味道，是吧？那土包那个就没这个味儿。嗯。啊，这汤真的绝了。姐妹们，你们那里现在吃一碗牛肉面多少钱？我们这边去店里面吃一碗8块钱。哎呀，你们回家可以搁点自己的那个香菜和蒜苗，新鲜的会更好吃。哎呀，太吃的我。27号活动啊，宝贝们！哎呀，过瘾啊！啊，这要是里面再放点牛肉，放个蛋，绝了！一定要去拍，尝一次你就知道了，宝贝们。鸡翅包饭。嗯，老好吃了，一袋里面是5个啊。
中间是糯米、玉米、青豆，还有胡萝卜丁啥的。今天吃的粉配蛋，先来一口粉，我怎么感觉咱家这鸡蛋咋这么大个呢？这是公鸡下的。这也太大个了吧，鸡蛋。你煮了多少个呀？这么大个的鸡蛋。二三十个吧。快吃。点进来的老铁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，谢谢。多呢，还有啊，
蛋黄馅的鸡蛋。韩式炸鸡块，蘸的蜂蜜芥末酱。肉可多了。全是肉。活珠子又叫钢化蛋，好多人问我说为啥这个里面会有汤啊，其实这个汤就是它的羊水。有些人说羊水能喝不，超好喝，跟鱼汤一样，特别鲜。嗯，我喜欢吃热的，回家以后带着包装袋，在锅里面热一下，然后再吃比较好吃。有些人他喜欢吃凉的，吃凉的你就打开包装直接吃就行了啊。这个牙疼，不知道咋回事，一见热的就疼。嗯，搞一下钻心窝子的那种疼。
嗯，太好吃了。鱼肥油，放剁椒蒸的特别好吃，小店有剁椒啊。好拿，吃个酸菜鱼，酸菜鱼，给你来个巴沙鱼鱼翅，you
下。盐焗大鸡腿，太香了。辣酱虾，辣酱虾。这是用油泼辣子和那个甜辣酱做的。脆脆的了，好吃了。